老老不能给老板上班。是呀是呀，然后然后。所以呢，在此代表一万亿元，非常的
欢迎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到这边，然后共襄盛举。今天很抱歉的是，以往的议员，因为随着新北市的云林同乡会、板桥云林同乡会还有云林乐代会回到云林五县去做公益，所以今天真的很抱歉，他本人没有办法到这边来跟所有的西关地区的我们这些好朋友来一一的请安问候。然后我今天好像看到很多还蛮面熟的一个好朋友。事实上今年年底立法院议员都要面临的补政，都要选举。那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由李秋龙董事长来发起，立法院议员来协助办理。今年呢已经是第二年了，那可以说是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我也希望各位乡亲好朋友在年底的时候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李婉瑜议员，他是大概为这个西屯地区做出最多贡献不管是建设方面各个不管是建设方面还有社团的补助、地方的建设他都非常的注重，所以呢恳请大家在年底再给他一个机会。那我们明年一样会跟随着李董事长的脚步，我们继续再扩大办下去。今天这个新北市人文关怀协会所主办的晚会谢谢大家。然后呢，也要祝现场的各位好朋友阖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事事顺利。再次代表林婉瑜议员祝福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哈，我们今天能够办这么丰富的一个餐会哈，完全是林婉瑜办公室来帮我们筹备这个经费，来，健康双手，给林婉瑜办公室掌声鼓励。希望大家选举到了哈，多多支持一下我们李婉瑜，来掌声鼓励，谢谢。
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板桥队小队长赖文忠。刚好借这个机会，先跟大家说母亲节快乐哈。还有，我今天来制作犯罪宣导跟交通安全宣导，我也不耽误大家多看的时间啊。第一就是交通安全，不管任何开车，大车、小车、尤其骑机车，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跟砂石车或游览车跟他撞。Thank you.